本文系数可宣腾讯新闻国际频道独家系列报道，未经授权，不得转载。特朗普上任两年以来，共和党一直掌握着参众两院的控制权。受益于此，特普朗的政策虽然饱受争议，却还都算顺利推进。当地时间11月6日，北京时间11月7日，特朗普即将迎来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期中考，中期选举。本次参议院将改选三分之一席位，众议院将改选全部435席。目前民调情况来看，共和党有较大可能失去众议院控制权。若果真如此，这将对特朗普的政策推进产生很大限制。从历史来看，1992年以来，美国国会洗牌的13次选举中，总统与国会颜色完全一致的只有6次。其中小布什占据了一半，奥巴马执政期间，两党分治两院的情况占据了其大半总统生涯。特朗普是否能向小布什看齐，再次撑起共和党门面，还是会不前任后尘，成为跛脚总统？这个答案不会等太久。信息来源：综合美国国会官网、纽约时报等公开报道整理，策划 APP。编辑腾讯国际频道数可视制作数可视。